人强马壮，搞联欢晚会都要分两日。昨晚是第二晚，不知是咪早前主席透露有花红同加薪的消息，气氛可以用三个字去形容。好有气氛啊，好开心啊！见翻啲咁嘅场面真系好开心噶，成件事系。变见翻几年前啦，两年前都是这样的，而家系可以回忆翻两年前成班，大家好开心。我觉得系而家系比两年前更热闹啊，因为我哋滞咗两年冇见面，能够入选咧就已经好似攞奖咁噶啦。咁啊，但系当然咧就更加想真系攞住揸住个奖啦。我做嗰个节目咧就叫同你一起长大了啊，希望你哋支持下我哋啦。我问咗100个同事，边个攞最佳女主持？第一个 answer 就是谭玉英啦。李思哲、谭俊彦、谭玉英。咁男主持我唔讲啦，拉票啦，系啦。我爱你啊！